有请今天晚上所有的得奖者，引领我们全场的观众一起拍手，把仁爱传到晚会的每一个角落。而家就让我哋请所有嘅得奖者带住我哋全场嘅观众一齐拍手唱和，将仁爱传到今晚每一个嘅角落。我哋有请所有嘅得奖者上台，有请得奖的朋友们上台。首先在这里欢迎大家，也多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多谢大家。欢迎各位来到由亚洲真理电台中文部主办 Organized by Radio Veritas Asia， 由澳门教区社会传播中心协办 Centro de Sesano dos Mei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， 把到我们的真理杯首届全球华语圣歌创作大厦的颁奖典礼现在开始。掌声作品院的歌手陈明博，谢谢。感谢天主，感谢亚洲真理电台，感谢高等教区，感谢圣言会士伯比，让我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跟所有参赛者还有弟兄姐妹分享属于天主的音乐。不管今天演唱的过程如何，都把一切荣耀归给天主。那这一首歌愿，特别献给所有度奉献生活的朋友们，在座有很多神父修女，有些独身生活的人，这首歌送给你们，感谢你们为天主奉献你们自己。谢谢大家。